我们这是乱炖，A，你选择哪个组呢？我选择D组。我选，我选E组。哈哈，那个表情是不是不累吗？D组，小心点，我们看到了。小哥哥怎么脸色都变了？小哥哥，小哥哥脸色都变了，脸都变黑了。你也是 B， 我也是 B， 真好。 暴率真的很高，给我来个。今天又是当侦探的一天。其实我是间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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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间谍。我不信，我就是间谍，我是间谍。真的呀？我是间谍，嗯。 我是间谍，但是我是间谍，你是林福吗？我是间谍，你是间谍吗？你是 B， 我们三个是B。呀，我这么巧吗？命中注定，好的，不错。你想个小关吧，因为你们组没有力气大的。你多少组？哎呀，小关，小关。 来个力气大的，来个力气大的，来个力气大的，来个力气大的。哎哎哎哎哎哎哎！你属什么主啊？属你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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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小关子神，小关子，鉴别需要刀人吗？鉴别就是你们可以捣乱，或者是做任何行动。谁去？我去。那我跟张元来。不是，他第一个。来帮了哦。你他第一个。去呀。跟什么？跟他一起。那么过奖，这个不是你用力才准确的，这个不是靠那种力气大才，这是靠巧力。先憋住笑。哎，只能推手，好像是只能推手，准推手吗？我那小关赢了呀，我感觉。准推手吗？落了就赢了，被落了就输了。我喜欢玩，是啊，我没看跟他一起呢，好笑啊！压倒性胜利，小关直接松手，我输无语的，耶！我是无语的，我是无语的，忘记 CVP 是一半的，我还没开始一遍呢。
手势分两半呢，手势分两半呢。我是打完了。说很快。哇，好的，可以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好的，好的。三二一，走。你手呢？老师他一推我就没呢。小关稳如泰山。失败，失败，对不起，对不起，去吧，去吧，去吧。哇！选手，高平，加油！哇！不行，小关太能打了。我，小关是男人就让你。哇塞，怎么样？哇哇！我啊我啊我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能让小关第一个上。别抓着我，别抓着我，对 ，OK OK。抓着。好嘞。亲爱的，小妹妹。你不要看不起。爱经典。哇！又又死掉一个人，真是名牌名牌终结者。老师，我玩是名牌吧？名牌终结。改个名字。名牌终结者。但是没烂。我跟你说，王浩，你用刚刚那招，他手 ID 你就赢了。喂，喂，小关说，小关说不浪。我找不起不浪。哇！好。那最后十秒，不行的话，你们两组各派各换一个。对，换一个。十秒。我都哦。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家人们，我真无语了。现在是试还是啥正式吗？现在是正式吗？正式来了，你来跟对方说一句话。方狠话，这里是南平对吧？我要把你推到北碚去。哇，太帅了！家人只要说一句呀。家人说哦，知道了。Who cares？ 家人说哦，知道了。Who cares him？ OK OK， 来坐一碗哦。嗯，要。下去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中间那组再派一个人上。我先来上。哎，主要是这两个我随便推啊，这两个完全没有胜。我上。你先。你刚才我上过的不是上过吗？我跟你哥不会，你不用想了。那我去，加油，子轩。加油吧。然后下去对方说句话。加油吧。棒棒呀！来打个秒表，看都有秒了。哦，得得得！加你，英语你教他哦，英语你提升我了哦，耶！你教他呀！耶耶耶！哦哦哦哦哦！哎呀，怎么推肚子呀？哇耶耶耶耶耶！哦吼！我这个是一个猴子。Monkey， 猴子，加油，主持人。这样。你怎么不下呀？怎么推别人胸啊？对呀，张贵好放过一次，你还在那边假动作呢，你。
我的脸。你行不行啊？要不再一个比我好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加油子晨，希望你不要像左禅那样。一头禅。像左禅一样。哎。明明倒是不可能的，但是。徐明，你这不得终结一下。我终结谁呀、啊？我跟电子互打。哎，老师，王浩还可以推吗？可以啊，我是还可以推的。哦，我原来还可以推啊。马东。哎，那我可以推吗？你不可以推，你跑开了。你跑开了。那我能推啊。选择一枪把我自己推掉。他怎么那么有体验感，一直能动？好有体验感。让我。为什么是同样的游戏他也在那动？什么游戏？同样的游戏为什么他有体验感？电子动。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哦，可以。为什么同样的游戏？哇！耶耶耶！哦，哇，他好难推啊，他推不倒。啊？怎么感觉没感觉？星辰马腿大腿。星辰。哇！这就是星辰大腿。好。星。我想你般，我好怀疑，他像一座山一样，这就是星辰大海。姐姐提破了，星辰是核心最好的人。对，这题解了。他像一座山一样的立着，他哪都不动，就除了可能要。好难得呀，他靠你力。不是，这太难推了吧？哎呀，好累呀、啊。体能可以又摆上了，郭大姐姐。此时远处的开剑老师，快点有个雨。哇！加油！你居然星辰了！居然，对不起，星辰秒杀。陈明，星辰，你最帅了！我相信你们，陈明。陈明，你是可以，星辰继续。太牛了！加油！哥哥，我对我轻点。打听不忙推行吧，你陪我唱会儿歌，你再推我就，你先陪我，我打不动你的，你先陪我唱会儿歌。我傻。他为什么有体验感？是吧？喜欢你拍你。为什么这么有体验感啊？这么有没了，真的没了，玩个游戏就没了。别说别说十道不。真的有些难度。吓得我没了。要憋住的。啊！用力推。是不是你拍二的呀？你和尤力推，使劲推，推推，我想推他终结，我不想，哦，那陈明推他终结他，就现在这个时候最好，你是终结者，快点推他，推不动，对呀对呀，算了，我先玩一会儿再推，猎手，我哦，我出地了，你没了，极限猎手，我没了，老师，你有的，你脚往前面点，不然他脚推一下你就没了，你有的你有的，你还是在，你这样，我先玩一会儿行不行？我不想死那么快，再玩一会儿。我认了，还要玩多久？啊！哦、没了，哎呀，不是没掉吗？掉了呀！你自己走下来干什么呀？对呀，不是掉了吗？笑笑，我忘了。好，输了。不一定，我感觉我会输。怎么加油？等会儿，等会儿，你别当贵了，你得再往前跪，怎么办？怎么办？可以。加油加油加油！不加油！三二一，开始！我把你飞到对北去，祝福。把你抬到北去。哇，对不起。没事。他魔神过，连张贵人都他魔神过，你排一呀？六六六，他们这次还怪有礼貌的嘞。星辰哥哥，你太帅了，木啊！星辰哥哥，你太帅了，木啊！星辰，快推，用力，一巴掌他就没了。就唰一下！他就没呢，就唰一下！哦，杨浩，没关系，是你了。把他干掉，我就不用来了，我就不用来。推不过，猛男对决是这个。直接唰一下子他就没了，唰一下我直接还是，哇，哎等一下等一下，练腰练腰，哎这个跟那个感觉一点不一样，好神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来吧，还有那个产品介绍，好神奇啊这个东西，来给对方说一句吧，喂喂喂喂喂。
我杨国立小心点，他手突然没力了，你就掉下去了。就是他推着他的手没力了，然后你就。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人博弈，男子推手赛，真正的博弈，现在才。妈呀，越推好。半决赛的现场，我以为他们会借手决定。接下来看到王浩准备开始发起进攻。怎么还没棒你们两个？真是无语。棒一下，差点就没了。那我们不要试探了，来。我这才是猛男对比，杨涵博发起的猛。妈呀，妈呀！哇，他都没用力。哇哦！哇！哎，怎么抓起来了？哦，哎，新手，我哎，这个就是。这个跟密室他没关系，一点关系，因为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太牛了！我们组员就是厉害。哎，他们是不是要吃那个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指定人了呀？有谁想挑战一下小关的吗？赢了，那吃的给我们弄好吃一点哈。那我们会有吃的吗？会有苦瓜。那么好吃一点行不行？行。好。好，当你答应了。哇、wow!。是不是要答应？体验感。哇，那个电脑好有体验感。Max。你要用笑声感化敌人。好，如果输也能好吃点。好的，谢谢，谢谢 ，no 谢谢。哈哈哈哈哈哈！我被好了一巴掌。体验感太强了，体验感爆棚，是因为谁呢？跟小关呢？这个就不是巧劲的对决了，就是力量的对决。同样的游戏，为什么他们玩的那么有体验感？好笑啊，他们两个。就只两组只你那么一个人，对不对？然后陈俊梅，因为你上次输了，所以呢，你本身就要吃三种食物。吼吼吼吼吼吼！好笑啊你！我要吃哪吃哦？那我如果再指定，白你什么楼？那就吃六种食物。白饭楼。白饭楼。什么呀？什么呀？啊，可以可以，最难吃的在我们这儿。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可以给你们换最难吃的在我们这儿。我想吃蒜，我想抽柠檬。我要换柠檬。我要换柠檬，换柠檬，柠檬，换柠檬。好，把你们的换。他每回都这样，说什么抽什么，他每回都这样。你有内幕。哎，就一个人。什么呀？什么呀？什么？说呀！什么呀？说呀！你别念出来，你别抽搐啊！啊！啥呀？你在这说呀？你就搁那抽搐，苦瓜。哈哈哈！啊！你看，这万一不是柠檬呢？他只写了一个零字。对呀、啊，他只写了零字。万一它是零度的冰块呢？我已经看到有零。万一它是柠檬凤爪呢？那柠檬凤爪他们就更不换了呀。
不，消失道歉的不，加油，子晨，肯定是你，是道歉的不。哦，这是太赢了！哪两个输了？哪两个？哪两个？来，你们俩再说你的不。是，剪刀不。是，王俊熙，王俊熙不。王俊熙，王俊熙不。王俊熙，石头剪刀不。王俊熙啊！啊！太不了他，好笑啊！给我先来，谁先挑战？挑战什么？我可以啊。那你先挑战。算吗？先挑战呗。哎呦，我又没弄，咱俩耍的柠檬，我这只手没有拿了啦。嗯，老师，如果我把柠檬沾了蒜，沾了芹菜再吃掉，你是不是三个都吃了？没有芹菜，苦瓜那是苦瓜。生活麻辣烫。来，开始了，来开始。OK。吃完一整颗，小哥哥。哦。哇，他吃这么大半儿，还在。他在那个吃播，他那。哇，为什么？这么牛吗？哎，为什么？你没开特效。你开特效了吗？开了。好了。吐了。哦，没错。原来是三个牙。硌的牙了。吃这个是什么感觉啊？啊！哎呀，胃全过来了，人家特意冲不出来。没味儿啊！山闻山闻，没味儿。看子晨来，变了吗？变了，一直在变。变了，嘴角压下来，嘴角。间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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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谍。憋住，你闭，嘴角压下来，没了，没了，没了。我三人是三人。哟，看呐。呀，老师你们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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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等一下，你要不重新拍一遍？啊。你也别穿，你也别穿呐。没穿吗？哦，吓死！不是他那个表情好像笑。妈呀！等一下，为什么我一站过去他就开始？别笑。没有，他没开始。三二一 ，stop。开始啊！别笑。神奇哥，表情管理。他不吃，他也会笑啊。拿出你皇帝的表情。不吃就没笑。皇帝。你别吃了，别吃了，你少吃一点。来吧。不是。你再笑一下，然后嘟嘴就可以了。柠檬就三片的话，耶，一片是不是已经变恶魔了？嗯，一整颗就变了。不要吃这么多呀！王浩，你刚你会跟我刚刚一样的。恶魔呢？是恶魔吗？现在？都是你妈黑笨笨讲古堂就啊！王浩，你这么大一个，你没感觉吗？是这样的，不要命呢啊！来感觉吗？有感觉，来了来了。老师，要不多切点柠檬吧？快去喝水，为什么这后劲好大呀？后劲大的要死了，真的。来了，感觉来了，感觉来了，感觉来了，后劲好大。王浩说起猛了，吃这么大个蒜，十里飘香，吃猛了。我真的很喜欢吃蒜，但是我不。你真的想吃蒜吗？真的很大股份。吃下去真的不辣，但是你吃，是它有后劲，你知道吗？嚼着嚼着就辣，后劲。对，嚼着都不辣。我可以馄饨吗？馄饨可以，我可以咽，硬生生的给它咽下去吗？咽下去，不接触我的喉咙，不接触我的。对，不要接触我的喉咙管。下一个是我去，我去，吃条剪刀布，吃条剪刀布，我自己熏到我的嘴，又干上脸了，张涵瑞。哦、我的脸受到了重创，不是，我真的好想知道到底什么味儿。Sorry， 有那么难吃吗？臭吗？啊啊！好大股味，我的鼻子受到了重创。加油吧，君明。好吧，劝你，祝你成功。什么味儿？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很好笑？什么人才都会受得了这种味道？好的，憋住。好的。我都没笑。
爸爸还在笑啊。来，调节一下。我怎么不指定人吃？我怎么没指定吃吧？吃吧，吃吧。我每次抽东西运气都这么好，每次十有奖不，我都是最后。没有啊，你这。怎么吃一整颗呀、啊？小智明天会不要瞄你这里、哦，他绝对要吐，他是不是浪费罪？转过来，转过来，他吃的啥？他吃的啥？他吃的啥？蒜，吃柠檬啊，大哥，吃点柠檬，快点，全部塞进去，对对对，别，不会发生反应吗？你经典美食，那个叫折磨。快点来点苦瓜，苦瓜，苦瓜，苦瓜解渴，苦瓜解了，苦瓜解了，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啊！开始，开始，你家有没有进步？来苦瓜，苦瓜解渴，苦瓜解了，苦瓜解了，吃苦瓜，吃苦瓜，苦瓜解了，苦瓜解了，吃大蒜，吃大蒜。大蒜结果，大蒜结果，我很好奇他嘴巴现在是什么味道。大蒜结果，大蒜结果，别吐了，别吐了，不是，主要是蒜你受不了。我的手已经被辣到了，语文，没味道啊，真的。你鼻子浓了吗？不是真的没味道，小龙龙的鼻子是浓的。没味道，有点大。等一下，没热了。蒜你不行，我可以只能戴口罩。味儿大，味儿大。不是，他闻一下就有眼泪了，这种。你不是真的很难闻吗？我没有笑，等一下。来调整一下。没有，不会你用。好多，好多，好多。等一下。我是天生的微笑鼠，但是我没有笑啊。好好好好，不管你了。微笑鼠，我没有笑。那开始吧，开始吧。我嘴。你把你的嘴角向下，然后你像这样。你嘟下嘴。不是，是真的没像我这样来。有什么区别吗？我回来了，我可以把它弄回来。开始，我先吃。他们还带皮儿啊！你要先吃味最大的。他们带皮呢。吃这个。你还在吃啊，星辰？你吃蒜你不辣？好嘟。哎呀妈呀！他就那个呢。那真的还好。快开始吧。你我没笑呢。我要在房东面吃。很好吃啊，里面的都很好吃啊。这边拍同款的好好吃。你这喷车的是。哎，走前，应该按你去。我蹲下去了。哦。啊。抱歉。我嗓子。他吃点柠檬水。不会被噎住吗？这样子。我。哦。不带皮。我没有，他贵。完了，他结束啊，他结束，你把吐出来吧，你还是再开一个，那还有一个苦瓜，有点搞笑，这个也是吧，这个也是吧，这个其实不难吃，你可以接受，好嘟好嘟，我没想到苦瓜确实最，别嘟大哥，我那是最好吃的，三二一。哇。下去呢？生吞。真的吃完呢？不是，把那个壳一股味儿再窜。不，全部生吞啊！啊，柠檬没有吐。有味儿吗？酸呢？你来。好恶心，好恶心。还是有吧，我感觉。下一个到我了呢，你手机锁屏了，老师，谁手机锁屏了，老师们？预备。那美食博主，哇，好优雅，好优雅，好优雅，时间太优雅了吧？我都不知道这样穿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卧底，卧底吧，你去年是，我去年是这个，可不是这样的呢。边还没变，你感觉不笑你怎么不笑啊？有歪气，变了，没变。他歪气吗？不弱。不弱吗？不弱。一次没变。你点了吗？哦，小关，变了没变？变了吗？一点没变。为什么我站在那他就会变？我真的。我也是，我站在那他就，可能我们的脸就长得很像恶魔吧。对。还有，我说你的脸太往上翘了。他都挺美。你要那个，他点一下。哦，对对。还没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先点，恐怕跟他消了。你要吐吗？没位置呢。菜。哦，还是喝可乐一样。变了吗？还是没有变。哦。你的反馈变好。他的腿都抖呢。没变。他们那组一个没变。你吃完就吐了吧，你吃完。你这组没人是卧底。哎呀，这样。他们这组排除。万一他们这组三个人全是卧底，然后都想争着他们，他们都不是卧底，纯草稿，都没变吗？好，这一轮游戏结束了，那谁是卧底吗？猜测一下。张睿。王。韩睿。王还是张睿？哇。不行。哎，对，我感觉是我。哎，我感觉。哎呀，左下还很认真的表情，一看就很不对。我都没有变。不行。王一思。他们三个有罪，我自己好，那你他是卧底，好了，他自己说的，那他吧。来，先让大家统一个吧。然后觉得就是最呼声最高的走向一首。呼声最高，没有一个人，什么意思？好了，就他一个人吧。好吧，他们三干嘛呀？别！下来，你是我们组的，算的，我们组的。陈俊明呢？我是陈俊明。真的厉害！你先问一下王立新。贾母关金凡张梦圆张海瑞我不该是这些选择的人吗好海瑞跟左下我们下一个倒下搞笑你们给他打个节奏吧慢点，我这么快。搞笑啊！不搞笑，搞笑，我说搞笑就搞笑。哎，自己来动作，还有一个自己的。算了，别打节奏了吧，我们就直接这么玩吧，我们就直接这么玩。你把我想搞死我了！对他说。子纯的，他没坐位子成，我就说嘛，对我就是没有坐位子成那个，没坐吗？复活了，复活了，啊啊哇！陈明复活了，来第三个从王浩开始，撒娇，你坐吗？啊啊！你没坐王浩的东西。
重新来嘛，重新来。可以，这是花椒吗？三椒啊。三椒。哦，他走进来了。不是，他吃不了。我拉着你，我来快点。激素，这个。激素记忆，这个。哦。这是撒娇吗 ？OK， 懂了。嗯，这个，这个。这个，然后，没有接住哎，不合格，要这样。这个，然后这个。来，王浩，继续。我以为不做了，我一个没看到。哦，你让杨汉博就在他坐一边呗，他没看见。杨汉博，你再跟他坐一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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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然后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什么？我应该进不到了。好，你来吧，陈云。来吧，继续。这个不能是你。他提醒我了，主要是他提醒我。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怎么办？这个，然后他先来。哦，陈云好。对呀，好，好，这个。你加一个。老师，我同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可以投他。可爱。可爱。下一个，随便来一个。好，这个。哇，你好牛啊 ！No！自信。来这个，耶！看什么？哇！哦，完了，我没了。这个。No！是这样的。生气。这还有啥呢？鬼脸，又是我。你没有做。最后一轮哈，互相对对方做表情，然后谁先笑谁就输了。哦，别笑。我先开始还是他先开始？我呢？他们没得眨眼。我输了。啊？怎么了？因为我记不到了。陈明赢了吗？你们俩开始了、啊。他们俩都得开始的，我请问。不是都笑吗？做动作还要微笑。来吧。要不然我们做大动作吗？错了，他自己是这样的，绝杀无解。但是我好像就做了这个，阿星，不是，真的记不到了，那就输了吧，对不起。啊，真的记不到了。这个，哎，我听在干嘛？等一下，我错了，我是这个。哦，我错了，我说了，不行，没事，第二名我记住了。
我如果是我上号第一个动作就已经输了。大家来投一下，这一轮你们认为谁是间谍？我是间谍，都玩过头了，忘记观察了呀。谁是间谍？我是间谍。谁第一个输的？谁是第一个输的？王俊熙。王俊熙是间谍。王俊熙是间谍。对的，对的，对的。来，认为王俊熙是间谍的举手。啊，对，我是间谍。快点举，都给我举。算了，我现在举我就举。速度就是间谍。还认为张二是间谍的举手。全是间谍。认为王浩是间谍的举手。认为魏子成是间谍的举手。认为陈俊明是间谍的举手。啊，幸好是第三。来，左奇涵的举手。我投魏子成。哦不不，我投左奇涵，我投左奇涵。你先啊。来，认为张桂元是间谍的举手。是不是投完了？认为小关是间谍的举手。你不是投过吗？没投过呀。投过一起，投过一起。还认为韩博是间谍的举手。好了，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下一轮的游戏，叫做萝卜保护战。哎，小关一拎一个呀。小关姐这样拎起来，小关拎一个，啪，挽着手一前面拎起来，像个飞机一样。哎，是要把它丢，是要把它丢出去吗？对，扔到电视外，丢出去。一，王浩一拽，结果没用力，飞出去了。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王浩，我们先把他们丢了。我不想扔他们的。老师，要是我一拉一个人，你把其他人都带出来，都算我。那都算。先把你呀、啊，先把你呀、啊！我的天，是我吧？在这个角度，你有双眼皮。单眼皮。在我这个角度。哇！啊！啊！哎呀，这么快！小关啦！小关啦！好，各位快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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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问一下，我只想问一下，小关不到，小关。关了！哇，你怎么那么大？换一个，换压缩，你拔得动，送我的师傅。撤过来，你面对我，你面对我 ，OK， 等一下，那你别面对我。
相信我。给我们锁住，我们是一道人墙。嗨，我第一个，我第一个。移动，移动。我们神人身上有两个。喂，喂，第一个就来我。哎。哈哈哈！哈哈哈！哇！我回，我能回来。刘尚宇，怎么来了？怎么？快点，帮着，没事，下一个，他的手帮，下一个，快回拿出大腿，我再见吧，没了，再见了，没了，居然是牛郎织女，我能走出去吗，老师？我能自己走出去吗？怎么玩啊？我走出去了，一只脚，两只脚，你还怪好的嘞，我的，哎，怎么了？嗨，别扒裤子啊，求你们了，求你们了，别扒裤子，哥哥，我裤子把裤子找起来，把裤子二三，我不是别人对我身边，对不对，我不是别人对我身边，走开走开走开，哎，一个一个吧，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一个 one by one one by one， 用力用力用力，我们这边用力，只要不放就行，哇，用力，我们这边，用力，陈俊明加油，这真的，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这边用力就行了，可以吗？夏天的风我有能记得清清楚楚，我的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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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撕裂了，对不对，哎，抱住我了，我后面的主播，你准备好了，别把我裤子，别把我裤子，好姐，我想不到你是最强的，裤子裤子，救命，你报警，等一下，你在大海上披着花，你快去扶梯，好重啊，我要扯断了，太重了，不好意思，我这可以扶梯了，我们往左边移，左边移，平移，平移，我抱走，好，来，再见张队员，我怕拖累小关，我把小关拖出来就完了，加油，陈俊明，没有陈俊明，王俊贤，王俊贤，拉住陈俊第一胎，这是你把我鞋拉高了，我鞋痛，我脚，我鞋，我的鞋，我的脚，我的，你把我的鞋给我穿上，我大哥，你把我鞋给我穿上，谢谢你，等一下先把我的鞋穿上，加油，你们两个啊，好，不烦吗？没数，好的，坚持住，肯定数都数都，好的，我们往上顶，数都数都，这两个谁发的动作？数都，一买，哎，我的裤子，把我的，把我的，把我的脚脖子，别把我的裤子，来吧你。好，现在可以三个人一起拔了，快点拔，三分钟了，小关加油，小关。来，我们公布一下刚才每一组用时啊，冠军呢就是我们的，他们那组谁能比我请问一下，59秒，我们服输，小汪你们组呢是最慢的哈，3分12秒，没关系的，然后韩瑞是3分06秒，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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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反正经验吧，我们那局看不出来谁是卧底的，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用力的活着了，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主要是因为个人还好，如果团队的话就能间接就直接飞出去了，一样的游戏完成不一样的感觉，太棒了，就你即使你是想故意送他们，看着也是你被拉飞的，对，经过三个游戏的观察，我们来进行最终的鉴别。
我真的不是卧底，你们别疼我，反悔吧，你们弄错人了。别哭呢，小瑞。不要哭。魏子晨。哎，老师，我涂杨汉博吧，我涂杨汉博。你反射不好穿，你反射不好。哦，是因为他没有去脱，是不是？就试一下嘛。来桂圆为什么要涂杨汉博呢？因为爱情。感觉有点感觉，但我知道是什么，就是有点感觉。来，韩瑞为什么要投左奇涵呢？你觉得是谁？你可以流转一个局势，可以让他们两个，可以让有两个人投票哟。韩贵，对，有可能不是张韩瑞，有伪票吗？我感觉应该不是张韩瑞。没有伪票吗？我投张贵人。你不是投了吗？好，我重新来一下，张贵人举手，杨汉博。什么呀？我请问一下，好多好多，都是绝对不是张瑞跟左前的。我都说了不是了，两把刀，两把刀。哎，但是也我真的不是、啊，但是我知道肯定不是左前。左奇涵，我想投他了。张瑞有没有问到这吗？那你投谁呀？你还是经理。哈哈哈。哎，最后他是不是就是张瑞呀？哇，真的是吗？不是吧？哦，没有没有，发现遗言，遗言吗？我的遗言是，祝你们游戏输得愉快。哦，他真不是，张一还没有，我真的无语了。对，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给你，而且因为我给你，不是我熟了那边感觉，我就感觉这样。好的，现在公布一下结果。其实本期的游戏没有设置卧底。其实我就觉得谁都不像，我这种啊。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谁都不像，但是因为我给你，因为我给你在追我们的女，我虽然坑了你们很多次，但是我这么，因为我给你追我们的爱犬。我一次没投，就最后一次投了是张桂。我很难了，我说啊，为了我给你，我投张桂。现在呢，我们的张桂圆、左奇涵、汪俊熙和张韩瑞身上都有其他成员投的票，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什么感想呢？我感觉有一票，就是我感觉我长得像个坏人，因为我今天总是坑他们，然后就是他们就从来没猜到过说，经常演我，对我经常演他，然后经常演我，然后他们可能最后就是没有思路的时候，可能就会投我。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投我，可能，哎，因为你那轮觉得我比较好投票，不是因为你那轮拍抖音那个有点，他们就投，因为我说的，但是我没投。谢谢你了。汪俊熙。你觉得为什么会有人投你的票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人投我呢？是因为我的大力球，我的把没关系。OK。嫉妒我表情做的最丑。我是嫉妒他，就是因为表情太丰富呢。Yes， 就这样的。那么我们宣布一下我们的隐藏环节，就是，被投出来的最多票数的卧底的朋友呢，我们的下一期综艺呢会有额外的增加难度的，增加难度，我有奖励呢，吓我一跳呢。好的，就相当于是我们上次白帆楼的零分和成绩最差的那个。哦，你可以跟张然一起了。你就是白帆，我们要你干嘛是吗？他上期就想当把大哥，是不？你要感谢我，我是拉他们让你投你的票，你说是不？瞬间开心了，不好意思，我也张贵圆。他就是受人使唤呀。真是，谢谢。哦，谢谢。哥哥，你好帅呀、啊！是不是？我是。他这么喜欢受人喜欢吗？好帅，你好帅。他上期。谢谢音乐。没数。你太帅了。我。太帅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呢就到此结束了，拜拜。谢吃饭要这种感觉，要有撬开的感觉。撬开，你们上课还给戴帽子？对啊，在学校随便戴帽子。好，我们上课练手背的。哦，长辈诚信有什么感受呀？我是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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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陈哥，请问你和诚信有什么感受呀？老师和妈妈的直播间。就是我。你有什么感受呀？睡不好啊。
花花的。挺好的。好。好可以。杨博文，你有什么感受呀？我的感受就是，好吧，好，下一个。我的感受就是，在飞机上真的非常的晕，非常的。好，下一个。好，王总监。这就不用说了。好了，先说了。从今天开始，他是本地人了，我规定的。对，本地人。冰箱，很好，嗯。好的，我小平，我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跑步运动，然后我不想干嘛？下课课间再也不跑步，超了500米。Thank you.
六七打，再五六七八打，然后往外拉，记得一定要有一个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很沉，吐。就没进桥的时候，它的低音是几乎都在低音，然后到了这个翠绿开始，它又升到中音区，在这儿来。I'm on the deep end, watching light die.
快点！今天我是笨蛋帅哥，另外一句，哎，你不要删了，你删他干嘛？今天我是抹茶味的绿日式卷，能不能听到你的心呢？今天我是笨蛋帅哥，哎，怎么他漂浮了？我这样这么发吗？今天我是笨蛋帅哥吗？今天我是笨蛋帅哥，请你再比一下这个心。拜拜